请我们的艺景和一凡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来，有请回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我们往前一步，来，我们往前一步。好嘞，那首先请我们的硬糖少女303和我们线上的粉丝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Hello， 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硬糖少女303。
好的，那其实今天我们也是替我们线上的粉丝朋友准备了几个小问题，想要问一问大家。首先嘛，那就是我觉得可能最标准的答案应该是《樱桃少女303》吧。但是，其实我觉得最甜的应该就是，其实是日常生活中和这六个糖们的那些小小的细节，对。非常细腻温暖的一个回答，那想知道一下我们赵月的回答是怎么样的呢？我的回答就是我们跨年这回，就是我们樱桃每个人都说等本，然后给你们两周假期，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你们会想要怎么过呢？想一下，让易景来回答一下吧。如果环节粉丝朋友们呢可以通过发送弹幕神五四真好玩参与到本轮的抽奖环节当中，我们将随机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今晚的特等奖，看到吗？就是我们那边的大神牛。除了我们的大神牛之外呢，我们还会获得本场活动明星亲笔签名的套装。所以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还要请我们的好朋友到我们的舞台上来和我们的樱桃少女303一起来抽取这位幸运的粉丝朋友。有请我们的好朋友白无忧吉祥，欢迎来，我们站到我们的樱桃少女303的身边。哇哦，来和我们的线上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挥挥手。好的，那下面就由他们和我们的樱桃少女303共同抽出今晚最后一个福利大奖吧。我们西林来 Q 一下弹幕抽取好不好？好，那么我们弹幕抽取。哦，好的。哦，这个名字还蛮有特色的。我认识叫这个名字的人。是的，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西林读出了你的 ID。那活动结束之后呢，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和你们取得联系，并送上我们的精美礼品，注意保持手机的畅通哦。那在这么欢聚一堂的时刻，就让我们的白无忧还有我们的吉祥和我们的樱桃少女303来个合影留念吧，也祝大家新年快乐。来，我们3、2、1。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樱桃少女303，谢谢我们的白无忧还有吉祥，谢谢神五四，谢谢大家，谢谢。好嘞，请到台下收拾休息，辛苦啦。辛苦了。